不管是假日还是平时，我一定是八九点就会起来。对，然后现在就觉得要好好珍惜现在床上。睡了有？应该五六个。也够了呀，也够啊，继续上班吧。你们都没有睡到，你们不睡八个吗？哪有？你们也辛苦，你们都好辛苦啊。我们为了跟随你多辛苦，你知道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那我们今天好好睡八个小时好了。我们今天规定好十点一起睡觉吗？然后六点起床，还有点早。所以你一睡的话，你会给他睡很久吗？如果你有时间，也不会。我好像不管怎样都是九点就会醒来。有时候，所以之前拍带我去月球那个班班，明明就五点睡，但是九点就又起来，然后觉得我怎么起来了？那怎么办？再睡回去？但是回不去，睡不去，睡不着了。回不去。200万啊！啊，我觉得我们家蛮有趣的，像甚至前面有特别的。就是妈妈会先帮我整理，然后再看钱左右。但当然希望今年一样可以更多的钱给爸妈使用，家庭就交给妈妈管理。所以是妈妈给你红包咯，是因为妈妈帮你管理。也不会，她只是管理，比如说买些什么保险或什么，帮忙理财啦。那你要用钱要给你申请。会聊一下，哎妈，那个就还是零用钱的那种感觉，有要申请单吗？不会，他会还是会退过来，要看快要没了，是不是给我钱？但我觉得今年应该要办一个信用卡，我到现在还没有信用卡。天哪！觉得有个不方便的，你还没有信用卡、没有关系啊，具体的你也不需要用信用卡，对啊，反正也没有，目前没有，所以你几乎没买过什么。他用现金，就现金卡。那你一次到最多多少钱去买？我可以现金卡吗？哦，现金卡。单价最高买多少？手表吧，爸爸的手表。哦，多少钱？几位数？几位数？10万？不是10万，十位，2000万，10万，对，六位数。你要多休息，我都不大能好好上市。休息，休息，休息。我们买东西靠嗓子，对啊。有爸爸买了一只，就卖给自己一只。哦。好，可以了吗？可以打断了吗？可以了吗？加油！谢谢。好，谢谢。你们有没有睡满二十？没有，我们也很辛苦哎。他们都在看剧啊。我们也要追剧，追剧看剧。中快女神啊！我觉得今天不能睡觉，没有啊，今天12点该睡了。好，谢谢，辛苦。